中秋将至，意味秋天来了。虽然说夏天过去为阳光仍然猛烈，户外活动时最好戴副黑烧棒身。选购太阳眼镜除了美观，也要顾及其阻隔强光及紫外线的功能。眼科医生指示，眼角膜或因为连续数小时接触大量的紫外线而被灼伤，令眼睛感觉刺痛、畏光、流泪或者是眼红。提醒大家要注意镜片颜色，因为接近紫外光波长的蓝光和紫光都容易损害眼睛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，国语1台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高登5分钟。